张学良他们刚刚下下车子，就他看到我的大妹一叫一下哈，我一看这个白头发是谁？哦，我两年没有见面，因为我大学很工作很急嘛，所以我都没有回家了嘛，所以他就看到看到我看到的这个白头发是谁？结果他大妹看着我就跑过去，两个人拥抱就哭啊！我说你怎么都发白了？我就讲到。我那个时候，我也已经知道关系了，是历史上最大的大人物嘛。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怎么？后来才知道。我到学校才知道。才知道。所以那个是最后一个了。最后一个的时候就是他到夏威夷去，在夏威夷过世的嘛。所以这个日本的新闻记者来了七个人再来访问，通通都写。我还讲了一句话，我说我告诉你，我在16岁的时候，我跟我那个你的姑妈啊，我们两个暑假回家，我就想说很想吃肉啊，山上我妈妈说是拿一点在那怀里，医生都说张学良他们先兵的歌，我通通都在那里哭啊哭啊，那首是听我唱歌。